看到你就开始嘻嘻哈哈了。Hello， 嘿、hey ，姑婆哟，姑婆吧，姑婆，哎呦，好、哎、有开心哦，嗯，姑婆，好，你把刀一看，就来我家尝一口，这么大包酸菜，只要吃多久啊？你自己做了多少？你给我那么多？嗯，没到呢。哎呦，这锅子一了不？服务员。啊，在光临，走了一身摘果子可兴奋了，那你起来咯、哎、起来吧，摘果了，来起来了、哎、啊，吃摘果子了啊，好兴奋呢，就百百万都要搞懂了，搞到吗，走了吧，他一直看着姑姑，嗯，要睡觉了。哦，我老婆她你工厂都在了。啊，姑说这么大颗了。我跟你讲，姑啊，到明年跟你讲，我树超大了。可以啊，你。你才知道啊。哦，我跟老婆听过。可以哦。好多果子。就是好多果，但这还不算多的，来，姑开始来。这颗我告诉你。这颗，这颗很黄，这颗，对，这颗可以。嗯，怎么？哦，仔仔、啊。哦。你也来摘，宝宝来。你也要摘是吗？你也要摘啊？这个也可以了。嗯。哎呀！你看那姑婆摘了，心疼了，你看。哦，宝贝啊。困了不行。我来抱。哦我也是第一次吃我这种熟的，哇，好甜，好吃吧？哦哦，妈妈抱着，妈抱，哦哦哦哦哦，嗯，准备睡觉了，我就这样哄着他，他待会就能睡得着。哦哦哦，我儿子真的是一睡觉就会找妈妈，一玩起来就找爸爸。哦哦哦，嗯。对，像这种都可以了。要把它啊，这个，记得到了。嗯，这个也可以了。就是，我不是承诺过要给一些朋友这个，要继续品尝嘛，但是还要再等个半个月。它现在还不是全黄，要等它全黄的时候，我才能摘下来给大家吃，那个时候才是最好吃的。大家请等一下啊。哇，好大。过嗰边啊，嗰边。你讲咩？你够又大个，又歪又白，我真。鸟吃了好多。哇！你看这种就鸟吃了，那个。果，是吧？我们在摘果，那是我宝贝家的果，我宝贝家的果。对啊，那果，宝贝果，看到吗？果，果，嗯，宝贝拿果，哎，宝贝果，会抓了没有？不会抓，而且果，哎，是吗？你认识哎，我骨头的，全部我刮出一坨。哦，追逐个就快睡着了。鸟很会挑最熟的。啊，这好多果呀！啊，这个给还是爆了。嗯，都是水分太足。嗯，你等一下要给姑多拍几张美照，是吧？这个是不是超好吃？很甜很甜，很甜很脆。所以它叫脆蜜金桔。我宝贝困了，你还是帮姑姑摘果子的，嗯。哇，看到吗？这个颗大的，大吧？这是有什么？这个鸟吃了。嗯，但是这个后面的超甜，这个真的是比土鸡蛋还大了。其实真正到明年的话，我们应该能培养出这么大的出来。
还有阿伯呢。宝贝哟，这宝贝。不，你慢慢摘啊，我带孩子回去睡觉了啊。哦，好的。啊，妈带你回去睡觉啊，宝贝回去睡觉。啊，宝贝回去睡觉去啊，宝贝回去睡觉。再摘多点，浪啊，没有了。来的，哦，这亮。熟了。摘多少？摘这么多。没摘满呢。这么多，吃完再摘。好，吃完再摘，宝贝睡了。哎呦！赶紧拍拍，我把内衣都掉了。痛啊！钻进去会痛的。是真的爆了耶！好可惜啊。对，就是这场雨。是真的爆了。一场雨下来也是个麻烦事儿。这个是还不是土鸡蛋，是我们在超市买的。哟，这样就比鸡蛋还要大，这样就锅里看它比鸡蛋还要大。那 这都是大果，啊，再看这是中果，是吧？嗯。然后再看这是小果，大果就大了吧？我宝贝醒了，我感觉到我儿子应该醒了，外面有声音吵。宝宝，宝宝，妈妈知道你醒了，妈抱啊，妈抱起来啊，扭扭。拜拜，我过去。紧埋人。系啊。紧要买啊我。买我，细叔。表姐，两个都衰了，表姐，我都分你的两啊。这样子的。怕他跟三哥两个一斗就笑。这样子的。还有没？呀。哎呀，啊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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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